欸，要剪这一部的有开头可以剪哦。完了，我刚刚太慢开头了。我也是。两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七个人。七个。欸，我觉得我们除了杰瑞以外，剩下都要讲一下自己是谁。我要讲一个故事。你知道我前年生日的时候，我当时很想要吃一样东西，所以我就跑去买，就那一家店没有开，我就买了水煎包。然后我今年我超级想要吃章鱼烧，就我去了他没有开，我就买了包子。所以我今天晚上吃了包子。所以你明年的生日会吃馒头。好，没问题。而且你知道这个故事他竟然知道，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好像是有人问我吃我晚餐吃什么，我说我吃水煎包，他说你为什么晚餐选这个，因为我想要吃的那家店没有开了。所以我刚刚我遇到章鱼烧没开，我就敲他去说阿纪，我今天又买到了包子了。所以你会在章鱼烧上面插蜡烛？这样也太奇怪了吧。我可以插那个柴鱼看他跳舞。好像超怪的耶。我觉得没卖啊。对不起。好啦，今天要来玩你画我猜，但是今天玩的你画我猜不太一样。我们大家都限定要画方块像素元素的东西啊。我们现在的主题是宝可梦。对，刚好应应来一个宝可，最近很夯的宝可梦探险寻宝。耶耶，没错，啊，太好了，我只有玩一点点，我根本不会画。我还在，我还在。哎，欸，你就看了图鉴，然后颜色画一画就好了。哎，欸，可能只能这样子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们左边这个来介绍一下，金发妹妹是我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哎，欸，是我是我，谢谢。哎，欸，打杂的是我，谢谢。我做了，不是，啊，想吃章鱼烧嘞。你知道，因为繁星的那个名字后面变成点点点太长了。我说我刚才找打他哪一个？你画面是不是很小啊？我画面很小了。我想吃章鱼烧啊，吃不到了。好，二楼讲完了，那蜜蜂就小雨啦。我是过敏的我。你是过敏吗？把头发剃掉啦。好啦，那就准备开始吧。哎，杰克嘞？跳过。杰克有说啊，他刚刚讲啊，说他是才，对，他有讲，他有讲。我没听到。有啦，我们你们选择性关耳朵，就只有两个听到哈。关耳朵。关耳朵。选择性关耳朵，怎么关啊？那有练过，像耳朵可以换一个一样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我可以用把耳朵跟包饺子一样折进去耳洞里面。一个包夹，快一点！耳包，耳包，耳包，耳包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还没有弄，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弄，先不用测试了，对不起，不要弄了，不要弄了，昨天真的是意外。哎，金发妹妹一开始好像是你吗？不是啊 ，owner 不是我啊，关谁？哎 ，owner 是谁？封了是谁创那个连接就是谁的啊？杰瑞啊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不行了，现在我不能开。要重开了吗？为什么？要重开了吗？因为我刚跳出去了。哎，关台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按开始吗？没有，没有耶。我这里是一个 waiting 而已。我也是 waiting 而已。waiting 了 ，owner 就是大。啊，重开了，开了，重开了。耶，改 ID 了。太神奇了，那重开了。读一画读。啊，因为我刚刚跳掉了，它就变这样。哦，那你跳掉就要重来啊，对啊。那我先关一下。哇，嗯，哎，今天全要用方的，我好像也不用拿手写板出来。对啊，我直接用滑鼠了。哈，你们之前会用，你们之前会用绘图板啊？要不然怎么画那么快？对啊。哦，原来我以为你们用鼠绘，想那么快有太猛了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方格我用鼠绘会更快。嗯。没有，我说上一次啦，上一次哦，上次，哎，上次我想喵哈尼多王也是随便画啊，厉害！我上次画什么？尼多王尼多系列的啊，那一撇就指的一圈一圈一圈的，太闹了啦，直直的抹过去就好了。对啊，超闹。好了，欸，开好了，开好了，我要改名字了。哇，嗯。我这边刷了一排的喵花生日快乐，可是我看不懂。生日快乐，刷起来！等一下可以，刷起来可以那个十点半哈，嘿，怕，欸，你懂的，你懂的，欸，大家都懂的。嗯，哎，欸，你是限定人数哦？他有限定人数了哦，真的可以哦。
呀、啊，因为刚刚、欸那個、过敏蜜蜂，因为刚刚我们家秘书说不是可以限定人数吗？有啊，限定了。所以喵哈你可以开个观众聊天台，哦、然后画画。原本那个没关掉。哎，对，没有啊，他们就是要等那个 Happy Soul 了。哦，他们都要等 Happy Soul 撞喵哈。来呀，准备喽！哇，好，不要撞伤了。哇，第一个就是你多王。还没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自己的名字跳出来，很奇怪哎、欸。我都忘了还要抢答哈。嗯。我去找个图片。我来挑字，我来挑字。这啥、啊？哎！这什么鬼啦？哦、oh, ，这是不是只能限定用方格画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哦，对了啦，对了啦，对了啦！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那我要画色尾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样子、啊，这样子、啊。平常的就猜不出来画色尾。你叫什么啦？烦哦，这只叫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画错了。欸不是、啊、我知道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啊, 啊？对，我刚刚画错了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画错，不是画错，什么东西？他这样子而已啦，这样子而已啦，这个颜色而已啦。乌龟啊？谁啊？有啦，这样就像了，哦、这样就像了。哦、原来是 Domo。好好好，你说愉悦吗？可以。他是第一，你知道他刚刚有一瞬间，我以为是麦块的那一只鱼，你知道吗？鳄鱼吗？不是那个很大只，很大只的那个。我们都猜到小龙，画龙龙眼的啦，猜龙龙眼。我也猜龙龙眼，打不出来，其实超怪。我想说，笑了，快猜猜猜猜猜。你好开心，哎，你百变怪要怎么画？三啊啊！我刚本来想说，我看到所有题目，我第一个都要猜这个。有你笑了，我就跟着你猜了。你们要注意看喵，他刚打了什么？哈？我看他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很扯哎、欸。看不到了啦，他在上面。什么啦？他不是打百变怪了？没有百变怪啦。啊？啊？欸、啊？他其实已经画完了啦。哦啊！不是，烂透了，烂透了！为什么看到他那么开心啊？我以为是百变怪。你知道我刚刚第一个就猜到猜这个，然后我刚刚想说啊，待会儿我全部的题目第一个就要先来猜这个。好哦，那我都要猜百变。我刚刚看到就笑了，傻眼，傻眼！哎、欸，有人说你叫菜龟训练师、欸，哎，菜龟。他说你的字太小，看到你是菜龟。菜是什么？喂、欸？可恶！回来！你不要刺激我！这是什么？我好想他！这是什么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！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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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哦，这是个颜色吗？色尾不是让我跟没看图了。色尾也是这个颜色吗？没有，色尾是再橘一点点。对啊，我记得不是。我好想他。啊，大家都有猜到，大家都有猜到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水滴鱼。哎、欸，按左边右边。我刚画一半有这样。按左边还右边？那个、啊。哈、欸、啊！你 skip 哦哟，就问了哈。右边左，不要不要，根本不知道左边是哪一个字、啊。你要念那个英文。对，你要念英文才知道、啊。或者是念那个 A B C。我们也看不到你左边跟右边是哪个选项。对，我看不到。你可以问你的观众，然后等那个。我刚刚已经打开了我们的 LINE 群组，要画哈克龙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说好用哎方块的？方块啊！哎、欸，不行。不行，啊、你们这么严格哦！不行，我们现在用方块画。你们太严格了。哇，错了，怎么擦掉、啊？左边跳过右边，你就全部拿、你拿白色的方块先画掉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，要方块是不是哦？好了，不是这样规定。对呀、啊，来，有十度，你还画那个？你要用那个方块的那个就够了。哦，你们真的很狭隘哎，真的是。哎呦，我按错了。哎呦，这个哦呦，这是我画错了。你真的要多久？我开始猜了，你们很狭隘，不是我在讲。来，
我光临。宝贝球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应该是这个吧？欸、对啊，应该是这个啦。哦，是这个哎、欸，我忘记它叫什么了。叫的名字是不是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不是，是另外一只啊。叫卡比兽。那是什么？霹雳电球。哦，我知道现在叫霹雳电球。霹雳电球啊。哦，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。这是以前的名字啊。我叫出来发现。你们这个是坑杀创意，你们英文要学好才能玩这个游戏哦。玩跟我一样点错、哦。坑杀创意的一群人。到底是哪一只啊？哦，好。不是3D 了。雷。雷西拉米多，不是这个、哦，你不要再打新版的 ID， 我觉得你好难，好可怜哦。我需要新的图鉴了。我们今天叫旧的名字叫什么？旧的最难了。哎、哦，是。我们要念旧一下，我们要回到一点吧。回到更久之前。啊、哦，完全忘记，完蛋了。没有啦，你们猜的是那个是另外一只，这个是另外一只。有啊，菜鸡训练员打的是对的啊。好、哦，开心的哦！这个是现在的名字，艾比的，哦、叫艾比狼，艾比狼，哦，沙，以前叫沙瓦狼，艾比狼，对对对，沙瓦狼，艾比狼，对啊，我记得就是，这是艾比狼，沙瓦狼是那个太难了，猪头那一只，没有头的，没有头的，像鸡腿的，头的、就是啊、没有那个鸡腿，对鸡腿，鸡腿，我刚想说喵哈第一名哎。不对吧？哎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棒哦！是什么？颜色一出马上就有，原来这样，是蛮明显的。什么？是有什么？没有啦。你要哎哎有出来有没有？你的鬼字画的好像哦。你越来越像太阳了。传奇画手，是越来越像太阳了。可以。我把它存在给忘了。我们可以这个没用颜色来猜拯救小费吗？我知道猜，我要画色尾的。颜色也很难选哎。我来画色尾播广告。嗯，哦，这只哦，哇，这只那个颜色不好出来。嗯，没画到。颜色不好出来啊，抱歉。对啊，今天就是要方，就是要用格子啊，方格生存。今天就是。铁巨人，不是哦，铁巨人，真的、欸，真的越来越像铁巨人了，你知道？啊？叫这个吗？啊啊！哎、欸，他叫什么啦？ Yeah! 他叫什么？我的好伙伴，我好伙伴。应该说每人必备，人人要必备一只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对啊，你会健美。他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哇，第一进化叫什么？玩玩力，玩玩力是啊，玩力力，嘟力力，嘟嘟力啊，这个真的忘记了。玩力怪力叫什么？再是什么？玩力怪力再是什么？逃力吗？哇，你好可惜哦！想起来了，可是你忘记了。这是逃力，我不知道啊。逃力乱神，逃力乱神，又想起来了。哎，你们都好猛，你们都。因为我老人啊。哦，我也老人。你老人，可是你想不起来。他最后想到，他最后想到会痴呆啊。这种菜鸡训练师哦，闪电鸟啊，是不是？哇，黄色的啊，这个黄色啊啊，我知道了。因为这啊，然后一阵沉默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呈现比较好，因为他嘴巴方的，嗯。这什么？你是不是大魔王啊？谁啊？你是大魔王啊？不可以自己创一只宝可梦哦。大魔王耶！你不能自己创宝可梦哦。
雷克兽，不，杰克兽之类的。什么？什么？恐龙那个颜色啊！你可以选呢、欸，它有那个圈圈可以选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呢。天哪！你什么？你提示一下字有几个字好了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啊！白痴哦、喔！啊，我知道了哦。啊！草莓口味，草莓口味。Pocky 吗？白痴哦！你选的颜色干嘛？啊！我不知道可以，我不知道可以那样选。最后一秒猜到，九根。